咱继续来去看啊。伊即卖，伊即卖，这是咧讲啥呢？因为咱知影讲佛陀的时代是沙门跟婆罗门的时代，所以伊甲沙门跟婆罗门内面，婆罗门是原有的宗教，原底的宗教；沙门是新兴的宗教。但是这两种修行，这两种拢是修行人，这两种修行拢有伊的错误，有伊的错误，所以爱把这个错误先去掉。伊即卖成功，婆罗门错误的在哪里？因为印度人一开始就是婆罗门，接受婆罗门的思想，所以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啊，这个观念你若无成，你若无成去掉，你就歹修行，你修无落来。就像我们中国有哪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我们中国什么观念，人死就做鬼，这种观念你若没先拿掉，你作者的修行都和这个鬼有关系，你都想说人死就做鬼，所以死了他鬼也要吃，要给拜饭，要给超度，要给啥，就变成这样，死就做鬼了嘛。鬼又不要紧，鬼又做五鬼所以就要给他念咒，让他拿后的开，让他吃的下去你作者的观念若无先改变吼，你的，我跟你讲，你就是枯枯壮啦。以前嘛是安尼哦，佛陀在迄个时代，迄婆罗门跟沙门，伊这篇啦，这篇咧讲护法，就是先把那个戒进去，把迄唔对的所在先跟你讲，这安尼是唔对的，先跟你讲安尼是唔对的，你继续安尼做，迄是唔对的。啊，甲你讲，什么是对的？你爱安那做，才有法度。其实这是咧讲这個，好，就讲佛陀出现伫印度，含印度教、含婆罗门、含沙门啊，沙门、婆罗门，因的思想为虾米无同款？是安那佛教的解脱？是安那沙门、婆罗门外道未解脱？差伫个道，是咧讲这個来个看。婆罗门有一行，就是一个叫做四吠陀，伊个吠陀第一行，你甲看，伊第一行祈祷祭祀，因嘛是啊，你看因四吠陀就是含咱个发挥同款啊，上经啦，笑赞啦，祈求啊，拢是安尼啊，伊讲祈祷祭祀作数，彻底的过清，甲你分清楚，甲你讲啊，真个是唔对个。第一婆罗门的法会祭祀法会祈祷，对天神的祈祷。那么依吠陀经举办的法会，还有那么依阿大婆吠陀的咒语像咱佛教对这个咒吼，老实讲嘛真迷信啦认为念咒就会当安怎会当安怎佛法拢讲的拢是清澈明白的心你若无。迄咒的观念就是讲，这个咒是观世音菩萨传下来的，是释迦牟尼的心髓造出来的，所以伊有无上的威德力。你甲念，一念好掉伊就引发无上的作用。唔是，佛法无安尼讲，佛法一切的功德，一切的功德，拢是对这个清澈明白的心、智慧的心出来的，清清澈澈、明明白白智慧的心。起一切的功德上经要明白道理那是这样所以跟你说他说第一他这有三点他这婆罗门把佛法怎么转变当时的观念第一先说婆罗门的后面就说沙门的我先说给你听因为我们等一下说了就说了婆罗门的主要就是祭祀祈祷作数这第一行心肝彻底的过清分得清澈这安尼修是唔对的，安尼修是唔对的。第二，对四性阶级，婆罗门讲人甲人分做四种，人分做四种，一种叫做婆罗门，伊家家己分做上悬的高贵种姓，来贵族刹帝利，来一般的人平民，来原住民，原住民变做贱民，分做这四种，三种入悬的人接受你这个所陀罗贱民、吠舍平民跟刹帝利，都要奉祀、恭敬、尊敬、供养这个婆罗门。第二阶级的，叫做贵族刹帝利。刹帝利马爱这三行，刹帝利、吠舍跟
就是讲婆罗门以下拢个恭敬的地啦，这三种啦，刹帝利、吠舍跟这个首陀罗都要恭敬奉侍供养婆罗门啊。婆罗门不用恭敬供养奉侍他们，不用啊啊，等他成为国王啊，受大臣、国王、受大臣啊，还是王子，还是百姓的供养。但是国王不用去礼拜他们，不用去供养他们啊，赶快拿来艺术，一家己分的啦啊。贵族刹帝利啊，受平民跟首陀罗的恭敬供养，你要恭敬你啊。平民受首陀罗的供养啊，首陀罗是贱民啊，哎、啊、嘿嘿，贱民中的贱民叫做旃陀罗啊，首陀罗里面够贱民，里面够贱民，那个旃陀罗。旃陀罗就是咧杀生的，有诶无诶，即啊，伊出门吼，去甲人，因咧较早便所内面咧晒，去打晒啊，去清便所迄种啊，因咧晒爱甲扯出来嘛啊，你看较早佛陀有一个除粪的泥体啊，迄就是安尼啊，地主内面有一个泥体啊，迄就是咧人打晒诶啊，去人清便所诶啊，迄种迄啊，佮有迄种旃陀罗吼，首陀罗内面佮有分哦，佮有旃陀罗就是你杀生诶，迄种感觉袂清气上诶啊啊。啊啊，这出门哦，爱骑迄个铃铛，爱挂铃铛哦。啊，啊，讲我要来啊，要来，你爱闪到边啊，不得嘞，无你去，伊共骑着吼，人伊个不净嘛，无清净嘛。啊，啊啦，去碰着着，啊，你好啊呢，好啊，一世人爱垃圾，啊，是讲好啊啦，嘿，伊个若去有迄旃陀罗坐着吼，啊，骑去烧呢，迄无清气啊，嘿，带衰啦，迄观念足无好个啊。啊，这种观念拢婆罗门，因为伊家己放家己上观嘛。啊，佛陀讲否定。第一，这篇里面有三个否定。第一个，否定祭祀、作数、祈祷的功用；第二个，否定阶级、世性阶级啊的这种说法啊。也呐，因这是社会发展中的分工啊，就是讲，因为因的阶级就是讲，你做阶级市场就能做这啊，啊你做宗教祭司，啊你比如讲你出家，你做法师，啊你一世人。啊，除非你翻箱啊，若无你就是拢做法师，爱是一代传一代。但是啊，迄、那个首陀罗迄是原住民，伊个怕了原住民好袂翻身的啦。啊啊，这无好无歹，唔是讲你婆罗门你就较高贵，无佛陀讲人的高贵是因为伊德性，唔是伊种族，唔是伊血统啊，伊的高贵唔是，是因为你的德性。真正的婆罗门有高贵的德性，而不是高贵的血统。血统没有高贵不高贵啊，你的种姓没有高贵不高贵，是因为你的德行啊，啊，才有分高贵不高贵啊。所以没有所谓的优劣。佛陀讲含罪同款，同款的罪，婆罗门垃圾嘛是会当洗，首陀罗的垃圾罪嘛是会当洗，嘛是用罪洗。你讲我婆罗门较高贵，我用风吹，我这垃圾就家己落去来，无嘛赶快用水洗啊！你也无比人较高贵啊！你食歹巴肚嘛是会落屎，手陀螺食歹巴肚嘛是会落屎，赶快你也无较高贵啊！所以佛陀第一个否定啊，克化会、克祭祀法会啊、克祈祷啊、克持咒，就可以灭苦，可以生福。佛法讲这样是唔对的，这种观念是唔对的啊！唔是你他妈祈求念经做法会啊，苦就会消，唔是苦爱看什么苦，爱看什么原因生起的苦啊！你巴肚枵的苦，你连一包金光金块百袂过，嘛唔是啊！这种苦就爱食饭才会消啊！啊，你喙干，你连一包地藏经看只喙干袂过，嘛袂，你就爱去啉水只喙干，所以。问题啊，知影问题是啥物？啊，要安那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是道理。啊，你唔是，你不管啥物问题，不管啥物苦，啊，家庭未平安啦、啊，事业未顺利啦、啊，身体未健康啦、啊，全部拢是啊，去上经拜忏，啊，就灭一切苦，啊，持咒灭一切苦。无啦，无这个佛法无讲这哦，这种思想拢是婆罗门讲的哦。好、哦，你来看，伊否定第一个，否定祈祷、祭祀、作数。给予彻底的国清，然后对于世性阶级，第二个否定阶级的观念，无迄种什么人生下来就较高贵，无迄个生下来高贵，高贵不高贵，
贵跟贱是以你的行为来决定，以你的行为，以你的心，以你的身口意来决定，不是以你的出身、你的血统。啊，恁老爸，恁老爸是做市长，所以你就较高贵。啊啊，伊是农民工，伊就较低贱，无，唔是安尼，唔是安尼。啊，高贵跟低贱是以这个人的德行来讲的，有智慧无智慧，啊啊，有德行无德行，啊，来讲伊。伊是较贵或贱啊啊，所以这种假借神权啊，这婆罗门家己讲啊，我是神，我是梵天，梵天创造这个世间，我是对梵天的嘴化身的，其他的人拢是对这个腰、对这个脚头乌、对安尼化身的，拢较袂遐高贵，迄是你家己讲的，迄你家己讲的啊，你若讲我是神的子民，迄拢嘛你家己讲的啊，啊你讲的，啊要叫大家拢遵守。啊！即卖我，即卖我遮我是王，你拢爱听我的，人个张三去插伊啊！啊，但是较早人印度人就安尼啊，啊就变作一个规定啊，啊大家拢信啊，啊足奇怪啊！啊所以佛陀讲这安尼是唔对的，这安尼是唔对的啊！所以伊讲安那呢，伊记一个咧啊，哈，那像有一个人啊，摕一块肉给人，欸、咱即卖嘛有啊，卖地票的啊，哈，啊就哈，即卖地票卖你一万块。啊！你摕一万块好啊！这包地票卖你，我也无要买啊！啊！你摕这块肉，好人讲啊，这块肉给你吃啊！但是你也给我钱，我也无要买肉，你摕肉，我要从啥？啊！啊！你家己讲啊，我婆罗门，你爱来奉侍我，你爱来恭敬我，啊！你供养我，啊！你都有功德啊！啊！你奉侍我，你都有功德，啊！我功德要对倒来啊！啊！天顶会给你啊！啊！我当时收会到啊！啊！你去问天顶啊！我也知啊！啊！不是安尼哦，不是安尼哦。啊，所以伊讲啊，事不可时，就是讲啊，你会当去摕去食，即块肉我有即块肉，你摕去食，但是你爱摕钱花，我无要甲你买肉，你咧起来硬要卖我，你我是婆罗门，啊，你供养我有功德，所以你爱来供养我，啊，我是高贵的众生，所以你爱来服侍我，啊，你爱尊敬我，我会当免尊敬你，但是你爱尊敬我，我免供养你，我就是生来就是要受你供养的，所以你爱供养我，欸，你家己讲家己对。但是因印度就是安尼啊，印度就是安尼，所以这种人为阶级制，这种这人家己编出来的啦，人家己编出来有阶级的，有阶级的啊，这种制度你无一定爱去遵守，唔免去甲遵守，甲信心遐济，甲摕去粪扫桶甲蛋特工，唔免甲信遐济啊，但是因拢信的，足侪人拢信的啊，得遵守啊啊，所以佛陀讲，咱一开始免甲遵守这個，所以迄一挂贱民要出家，拢讲啊，我这种人敢袂当出家？啊，我拢唔捌字，敢袂当出家？啊，我咧共人打屎呢，敢袂当出家？迄是你的职业啊，你替人啊，我咧收粪扫呢，敢袂当出家？啊，我出家，我收粪扫出家，敢袂解脱？嘛是会解脱，会解脱袂解脱，含你的职业，含你的出身无关系。和你的心有智慧无智慧有关系，有清净无清净有关系。你讲啊，我老后唔捌字呢？修行唔免捌字，爱捌理。唔免捌字，但是爱明理。唔捌字的嘛做明理呢？啊，有诶捌字的拢唔无明理呢？道理讲未通呢？我伊家己讲家己对呢？还更加无效。啊，道理讲到规半句。啊，做无一汤匙，安尼是有效，安尼无效啊，对不对啊？所以你唔是讲一定爱捌足侪，捌足侪道理，啊，唔是讲一定爱安尼册读偌悬，你都拢青面牛唔捌字，我甲你讲，唔捌字，但是捌道理就好，真正啊，道理免来捌字啊，真正啊，这咱吼啊，咱的地位就是对这个世间的现象。看较足清楚，对修行的道理了解较足清楚，啊，这就是叫做智慧。啊，这无一定爱捌字，但是捌字是有较好，是无唔对。但是无捌字，捌理较重要。迄捌字的唔捌理，迄无效，真正啊。所以咱以前嘛是安尼讲啊，啊，以前讲这人吼，这人家己好诶，家己制造出来的一套方法，你唔免去甲遵守。啊，印度人拢遵守啊，到即卖嘛阁有呢，2000几年啊呢，
印度人那种阶级观念够足重呢，哈、啊。啊，搁一种，哎，即嘛拢，即拢讲婆罗门的哦，啊，不要拢讲沙门的哦，啊，即部经嘛，即本册啦，哈、啊，啊，伊即嘛就是讲佛法含东西，沙门、婆罗门差伫个倒啦。好，伊讲第三，第一，祭祀、祈祷、咒语否定掉，无即个功用；第二，阶级观念否定掉，唔免去甲遵守；第三，咱甲看，伊讲。有关人生道德，有关于人，咱人生在这个世间应该爱做的道德，婆罗门它叫做法，他们的法，伊的法叫做达摩啊，达摩啊，咱佛法嘛是安尼啦，嘛是安尼，因为从印度文化来的嘛，嘛是达摩啊，嘛是法啊，啊，伊这是道德，人生道德，但是因为道德和佛法的道德佫无同款哦，啊，那讲，伊讲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善良的风俗，啊啊，风俗有善良无善良，这各个宗教嘛无同款了，啊啊，世尊摄取他，使他从神权与阶级，神权的是祭祀祈祷这个向神，啊向神啊祭祀祈祷，啊阶级的是你要跟婆罗门奉事恭敬，啊拢甲这個，就是讲咱人的生活。咱人一世人活在这个世间，唔通拢一世人拢在做这个工课，啊，经营啊，啊，得去神呀，啊，甲神求一个拜一个，啊，要然后捧过去哦神，看会当换两栋厝呗，啊，啊，这拢安尼，啊，这安尼唔对，啊，啊，要两粒啊土豆，啊，看会当换一世人富贵呗，啊，啊，这拢唔对，啊，这唔是佛法，佛法嘛唔是安尼，你只是甲神换做阿弥陀佛尔尔，甲神换做药师佛尔尔。这样不是不对的，说对神权跟阶级，第一否定神权，第二点否定阶级，佛法说神没办法让你苦和乐，第二你婆罗门自己决定的这个阶级观念你也不用去遵守，所以破除神权与阶级制，祭祀跟做法，这祭祀跟做法都是要和神沟通的啦，要得到神的加持啦，啊！我得念这个，我得念这个神的咒语，啊，这个神得给我加持，啊！我得上这个神的经，这个神得给我护念，这种观念都唔对哦，这唔对哦，吼！啊，把人类的合理生活，就是讲，个人真正爱做的，唔是安那去服侍神，唔是安那去服侍这个婆罗门，是。爱家你的义务、社会关系，你爱安那友好你的父母，爱安那疼惜你的子孙，爱安那帮助你的兄弟，爱安那帮助世间的人，爱讲这個，这才是真正的法，不是你家你讲哦，这是什么神？你爱去，你爱安那个服侍，安那个尊敬，爱当互你，伊会当互你偌好，拄偌好。哦，啊，伊个咒偌威力，拄偌威力，唔是讲这哦，啊，所以伊较早迄个佛陀时代啊，有一个囡仔叫做善身童子，善身童子啦，这个善身童子吼，佛陀突破经过因兜个头前，看到伊逐工透早吼，拢伫遐拜六方啦，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上方、下方。下方安尼拜六方，礼拜六方啦。佛陀感觉足奇怪，就去甲讲善心啊，善身啊，善心啊，这个董柱这囡仔嘛，这小朋友，伊讲啊，你逐工我看你逐工拢逐工拢足虔诚，安尼，迄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所在、固定的方法，逐工拢贴个人伫遐拜，安尼拜，啊，你是咧拜安怎哈？伊讲吼，伊讲。这阮吼，阮爸爸吼，要死之前，我交代的啦。我讲吼，讲先生啊，爸爸吼破病吼，要走啊，我甲你交代吼，你啊该安尼做，你一世人就会健康、幸福、快乐、平安。你大家拢安尼做吼，你就健康、快乐、平安一世人。哦，先生，因为因爸爸那个交代嘛，要死之前个交代，伊就照安尼做啊，因为因爸爸甲讲，你安尼做吼。你一世人的健康、幸福、平安、快乐，所以伊就
照你爸爸交代啊，安尼向东方拜的时阵，就安尼念，伊嘛是念经哦，伊嘛是念啊。你爸爸讲你爱念哦，你爱透早起来爱洗身躯，吼、哦，爱静心，吼、哦，啊了来啊向东方拜，拜的时阵爱念东方一切众生。哦，拢对我恭敬、服侍啊、尊敬啊，我嘛恭恭敬、服侍、尊敬这一切众生哦啊，拜了东方，东方拜了拜南方哦，南方一切众生啊，你来拜北方啊，来拜西方，来拜上方，来拜下方，拜拜了好，你容易做工课啊啊，啊你逐工安尼拜拜一遍就好哦，啊你世人你就健康、幸福、平安、快乐。啊，逐工安尼拜哦啊，佛陀因为看过那边了嘛。感觉足奇怪，啊！就甲问，啊，就讲啊，先生啊，啊，你是安尼拜？就甲讲，佛陀甲讲，唔是安尼。东方就是你的父母，你爱伫厝友好你的父母；西方就是你的母子，这南方就是你的朋友，北方就是这个你的亲戚，这所有的人。这个上方就是婆罗门，这个下方就是你请的人，吼、哦。啊，你礼拜六方其实就是，伊唔是爱礼拜六方，你礼拜是一种恭敬，我恭敬这个人，我恭敬这个神，我礼拜他，我尊敬伊，你爱尊敬一切的人，尤其是你周遭的人，伫你边仔的人，父母、眷属，这些人，你的痛苦、的快乐，拢含伊有关系，你的快乐、痛苦、平安。健康拢含伊有关系。今仔日恁爸爸妈妈若破病痛苦，你会痛苦袂会啊？恁后生查某囝若痛苦的时，你会痛苦袂会？伊快乐的时你嘛快乐，伊痛苦的时你嘛快乐。伊啊痛苦的时你嘛痛苦，伊快乐的时你嘛快乐。所以伫你边仔的人是会影响你心情的人，你拢恭敬尊敬一个对这人好，你对人好，人会对你好吗？是安尼，六方。把这个六方该啥该做啥，该做你对你边的人礼拜恭敬而奉事，安尼唔才对。你看又倒转来婆罗门逐工拢爱迄火拢袂使有花去，根本火、居家火、福田火。这个根本火若无花，这个居家火若无花，这个福田火若无，你就有福报、健康、平安、快乐。佛陀讲唔是，你爱友好父母，你爱照顾你的事实。你要对待对好，你要恭敬，要恭敬这个有修行的人，要帮助那痛苦的人，安尼你才会，你这个生活才会美满。你有善业，你才有善报；你有善心，你才会去做善业；你有善业，你才有善报；你有善报，你才会快乐，你才袂痛苦。这唔才对，是真正是安尼啊！你今仔逐工当啊拜，逐工当啊念，也无效。念念的就健康、平安、快乐哦，无，唔是安尼。咱即卖嘛，足侪人拢做上善身的物件，念啊念观世音菩萨，教咱哪修行，地藏菩萨教咱哪修行。哦，观世音菩萨偌厉害，地藏菩萨偌厉害，来就无我的代志啊，来就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的代志啊，看伊啥物时阵要甲伊的、甲我的痛苦客气，甲我的快乐给我，甲我所求的物件送来给我，唔是安尼哦。唔是安尼，这含善身同款的啊。佛陀讲唔是安尼，你爱，比如讲，咱即卖伫遮，咱边仔的人，不管是好啊歹，不管是有道理啊无道理，咱拢起善心啊。周遭的人，有当时啊，人若起烦恼心，就袂讲道理。咱爱先忍伊，爱先容忍他，包容他，因为人拢有起烦恼的心，咱烦恼起起来，咱嘛无讲道理啊。咱来讲道理，就唔叫做烦恼啊。所以有当时啊，迄性地起起来，迄烦恼起起来，叫做无明嘛。咱知伊即卖咧起无明，起无明一定讲歹话啊。你莫甲想伤济，知影讲即把火咧倒，离甲开个莫互烧着就好。烧久火就化去啊。迄阵甲来甲讲找上适当个机会甲讲。知影所有个人拢起烦恼个时阵，所以烦恼话莫放伫个心里。烦恼话当然也有伤害性，迄阵莫放在咧心里，用慈悲心甲包容。就像我们起烦恼的时候，咱咪就讲我甲讲唔对，我就袂使安尼讲希望伊莫计较，咱咪当啊，咱咪安尼想对唔对？好，大家拢安尼，我甲你讲，
你这个情团就叫做清净，就叫做和合。大家拢安尼修行，我跟你讲，相教相戒，互相增上。迄个要对到边仔人，会甲牵起来。盆身麻中不服自知，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赶快就得得力。一个精团来二十个，有一半，也是讲有几啊靠力的，会样安尼想，会样安尼做，伊就会带动，伊就会带动哦。就会互家己的人大部分拢好的，有几啊无好的，迄唔是问题，迄慢慢会变好。迄精团的作用就是一挂好的，甲无好的卷起来，甲抓过来，是安尼。好的，迄无好的变好了，佮甲阿边。唔捌的，无好，佮聊聊我卷起来，聊我带起来，无烦恼的，带有烦恼的，有智慧的，带无智慧的，有慈悲的，带无慈悲的，有忍辱的，带无忍辱的，有福报的，帮助迄无福报的，就是安尼啊。你爱怎样？你家己用心用力倒啊！我跟你讲，你安尼无偌久吼，这个精团伊就无同款，你表现出来气质就还能无同款。你家己也知影，天顶的天灵、天神也看会到，鬼神也看会到，拢会甲你拥护。我你讲真正的，你都唔免惊，你都唔免惊。讲无通去食，无通去用，袂绝对无可能，绝对无可能。哈，嘿，所以你爱知影，咱知影怎样修行，就伫倒开始修。啊，接着开始讲啊，你来看。所以你来看，伊讲。把人类的合理生活，就是讲你正确一个人，咱活在这个世间到底是爱安那做，足够合理啦，啊，安那生活啊，确立就是讲，咱啊这社会关于人和人，咱做伙，咱人和人做伙，你一个人无可能生活啊，你食用的穿的拢爱靠别人啊，你在家嘛同款啊，你咧种菜啊，你都无得种稻啊。啊！你咧种稻啊，你就无得种菜；你种稻啊，种菜，你就无得做衫；你做衫也无得起厝。啊，互相帮忙，唔够有法度活了甲舒适啊！所以彼此这社会观呢，彼此应尽的义务上，就是讲我做啥，我做到一度，我做啥物，我得尽我的心，尽我的力，甲这个物件做好。我起厝，我得甲每一栋我起的厝拢起好好好。实实在在，互住伫遮个人拢袂去受苦。你毋是偷工减料，地动来地死人，迄你免算罪呢，嘛哀啊！但是，迄你甲起甲实实在在，地动来倒含你无关系，迄地动伤过大。但是，你不管你做啥，你起厝的，你种菜的，你甲种个好势好势，好营养营养。你毋是，你诶喷落水洗，又要喷落水洗，袂互别人啊？迄无喷，又要家己食，别人死，别人个囝死袂了。安尼恁作业，安尼唔对，所以咱爱对这个物件，在家出家拢同款，在家出家拢同款，爱尽力。你即马是虾米身份？你应该做虾米工作？你甲做好。你这个好会当影响别人，会当让别人因为你的好嘛变好。安尼就是你的功德。福德就是把这个世间的每一个人，不管你在家出家，拢安那。拢爱有正面，拢爱有正业，拢爱有正与正业正面。甲你讲，你爱安那生活，你爱安那，你爱安那过生活，在家爱安那过生活，出家爱安那过生活。这拢是安那，伊道理啊，唔是讲吼，我拢靠神，唔是，爱靠你的智慧，靠你的慈悲啊。所以彼此应尽的义务，你做囝，你得安那友好父母。你做爸母的，就要安那请人的，请这个囝。你做人大兄的，你做人小弟的，你做人师父的，你做人徒弟的，彼此爱尽义务，拢是安尼啊！所以显示出了人间佛教的特色，就讲这佛教，唔是伫遐神，伫遐鬼，咱拢是安尼啊！佛教变作啥啦？食饱营营去拜佛、念佛。幸福无唔对，这是真好。但是你也知影佛是干哪甲你教，念佛为是要知影佛的功德，知影佛念佛来学佛，学佛是为着要成佛，念佛是为着要学佛，学佛为是着要成佛，
你要知道怎么修啊，你不是啊，你像那婆罗门一样吃饱盈盈都去拜神应该要做的，应该要做的工作都没做，你自己要修的都没修，每天就跟他在那祈祷那念诵希望神赐给你吃，赐给你穿，赐给你欠钱不用行，那哪有那个事情啦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教徒也是一样的，在家出家他有他正常应该要尽的义务，出家有出家的义务，在家有在家的义务你有合法无合法都要尽这个义务，这样不吃是对所以他跟你说，他说这个就是人间佛教，人间就是这个人，不是在天顶的神，也不是在鬼人，和鬼神没关系，和人才有关系，要以人为主来又说到奥义书，这奥义书是佛陀时代他就有但是佛陀孩子时代可能还没，那是婆罗门进化的，就是说婆罗门里面有一部分的人这奥义书不是传给大家的不是他是少部分的人才知道。奥义书有两点的特色，这两点特色就是一业有轮回，一智得解脱因为业所以有轮回要轮回，要卖轮回，就是要智慧这部分佛陀是认同的，但是智慧，什么叫做智慧？婆罗门佛教不同，婆罗门的智慧就是见到真我，放我真我，放我合一，这是智慧。佛陀的智慧是见到无我，放我是不能得解脱的所以这是不同的这不要了，不要因为我们很多经典都和婆罗门结合，所以都变成有一个放我思想，有一个如来藏我思想都修行变成看到那个真我，你见到真我是不能得解脱的，要见到无我，不见有我，但见有法，但见于法，不见有我，你要看到无我你才解脱但是我们买了都是见到真我得解脱这是不对的，那是一个婆罗门化去了，放我合一化去了这是后面到密教时才会知道。好，我们现在先说这个就说奥义书基本上一业有轮回，一智得解脱，这两点，这两点佛陀是认同的。好，但是不同的里头呢，生死的根源是烦恼，是烦恼所以修行就是一项代志尔，对治烦恼，而且是对治家己的烦恼咱即卖修行拢是要对治别人的烦恼拢烦恼别人未解脱咯。安尼是唔对的哦。修行就是爱看到家己的烦恼，爱对治家己的烦恼，爱控制家己的烦恼，爱断除、断掉家己的烦恼。这一定要记起来，因为咱常常咧起烦恼。你说我会起烦恼未？我嘛会起烦恼，真正的但是起烦恼爱随看有的人一年了才知道我那时候这样是不对的，有的一个月了才知道我那时候起这烦恼是不对的，有的一礼拜才知道，有的一天才知道，有的一点钟了才知道，有的随知你就是训练觉察烦恼的速度越来越快，还有的人一世人死都不知道，真的那万分一世人万分心是烦恼要把他丢掉，要对峙他都不知道，我一世人不原谅他，听到这个人要往生极乐世界，我不要去我不要去看到他，他要去我不要去你来看这烦恼有担吗？死都不甘愿，我死就是做鬼也要甜你发恶愿，你看那多可怜，没看到烦恼，不知道烦恼的过患，所以佛法说未患理，你要看到烦恼，第一就你要先，你要看到自己的烦恼，看到自己的烦恼咱人翘到翘到都看到别人的烦恼这个人有什么烦恼，这个人有什么执着，这个人亲吻心重，这个人贪爱心重，这个人做当生都看得清清楚楚，自己的烦恼都完全不知道，就是有也用土砍掉的，不要让看自己也当作没看的，那不是烦恼，那我就那清文心就说
啊，你遐受气，我也无，我讲较大声尔尔，啊，拢嘛安尼，对不对？啊，你无爱看到家己的烦恼，所以咱来换过来，爱巧的巧伫个看到家己的烦恼，戆的戆伫个拢看到别人的烦恼，看袂到家己的烦恼，啊，啊，咱拢唔是，咱拢巧。表现家己的巧哦，我讲分析的，这个人安那，这个人安那，吼、哦，这个代志，这个代志安那，啊，家己完全无清楚，家己什么时阵起什么烦恼，无清楚就算了，人家你讲，佮否认，啊，佮受气，佮佮烦恼，啊，你啊，你看卖啊，你安尼是免哪修啦？你就是逐天在上经，啊，逐天在拜忏，你做嘛袂消啦，你智慧嘛袂开啦，啊，是安那？啊！你着烦恼一直咧运作啊，是免啊，是免啊，是免啊，有作用啦。迄经都无念伫个心灵，啊，是免啊，是免啊，效果啦。啊，所以你爱知哦，咱即卖修行吼，真正咱大家拢是要修行的嘛。啊，大家拢是要来修行的，无出家要创啥，拢是要来修行。我嘛是要修行的哈。啊，所以修行吼，即世人吼，即世人一定要修到要走的时阵吼，没有遗憾。我甘愿，我已经，我这世人修，虽然还未修到够，但是我这世人终生有修行。我什么时阵死，我安那死，迄拢不要紧。我死了，你要安那处理拢不要紧。只要是我活的时阵，我知影我在修行，我也知影我愈来愈有修行，安尼就好。其他，我什么时阵会死，我会得什么病死，我是要安那死。死了，你要安怎办？迄拢不要紧，迄拢无差，你听无？啊，你要把我囥倒拢不要紧。啊，妈咪，你讲哦，还未死就烦恼，啊，我要囥伫倒一倒环境较好。你也唔是要伫遐，你也唔是要伫遐顾他，你来管他伊啊环境好不好？啊，所以咱爱知影哦，你在生的时阵，这口气阁活的，拢爱像莲花安尼，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永远透露的庄严芬芳。看这个世间，开伫这个世间，咱一个人就像一朵莲花，这个心就开伫咧这个世间。你只要活伫这个世间一天，你就有慈悲的芬芳，有智慧的庄严，像一莲花开伫这个五浊恶世，真正就是安尼。啊，咱一开始吼无遐搞，一开始无遐搞哦，但是因为知影安尼这个道理了，一天比一天较搞。真正，迄就是安尼，修行就是安尼尔啦。啊，你唔是吼？啊，你一支脚啊，熬几点钟忍耐，吼啊，念佛念几点钟，吼啊，拢无休困，不倒单，但是你的心无改变，你也唔知影烦恼是啥，也唔知影要怎对治烦恼，一直起烦恼来修行，啊，你唔是咧颠倒，啊，愈修愈烦恼，愈烦恼愈修，啊，就是安尼啊。你看足侪人拢安尼哦。因为烦恼苦嘛，啊，就希望修行看会解决未嘛？结果也无解决，就愈修愈苦，啊，愈苦愈烦恼，啊，愈烦恼，佮感觉家己业障重，佮修较济。本地念经讲经尔，感觉罪业足重，佮念地藏经念了，嘛苦嘛佮无消除，感觉讲啊，该加药师经，吼，啊，就愈加愈济，啊，加吼，家己袂喘气，吼，啊，要做也毋是，毋做也毋是，毋做，佮家己苦较重，要做。要做，佮做袂落来，无遐济时间，啊，身体愈来愈袂做主，啊，业障愈来愈重，啊，也毋知要安那，啊，就安尼一天苦过一天，一天烦恼过一天，因为苦起烦恼，因为烦恼又佫受苦，安尼，毋免死甲轮回，再生就一直咧轮回。你看卖啊，足济人安尼哦，吼，我够可怜的啦，啊，我也足想要甲讲，但是有当时啊，伊佫听袂落去。啊那听下落是足好啊！有当时啊，佫唔知影讲，啊你唔知影通个讲，唔通个讲，因为讲到这拢会，因为你若听下落就好，听袂落吼啊，我得含你做完全借助呢，所以，但是咱是拢尽量啦，爱知影讲，啊你真正修行是袂安那修，啊你读较济册，你唔知影安那修，迄是无效的。真正啊！咱读册就是要知影安那修行，念经就是要知影道理，知影修行的道理啊！这足重要哦，好啊！其实无遐复杂啦，老实讲，
真正，我跟你讲啊，就是安尼，就是知影，哎，看到家己的烦恼。第一点，看到家己的烦恼。第二，知影这烦恼是安那起的，烦恼的因嘛，叫做看到家己的烦恼叫做苦。知影烦恼对倒来的叫做执。啊，知影要安那对治这个烦恼叫做得。烦恼甲对治了拢无啊，叫做灭，苦集灭道就安尼啊。真正，就安尼念念足简单啦。啊，你逐天嘛有烦恼。啊，所以大家嘛通爱修行，修行毋是伫咧徛伫咧大殿吼、哦、合掌吼足恭敬叫做修行，迄嘛是无毋对啦。但是迄是训练你个心无动尔尔，你伫大殿拢无起烦恼，出来大殿吼，迄烦恼比上较济，安尼是有效，安尼无效啦，你知毋知？所以训练你个心出来了，诶、欸，我嘛袂叮当，我看到一切众生，就咧看到佛共款。啊、我对一切人的恭敬，然后对佛的恭敬同款，安尼唔只是修行。啊，我看着家己的烦恼，对治家己的烦恼，知影要安怎对治烦恼，知影对治烦恼，对治到什么时阵，这个烦恼袂阁起。这是佛陀教的哦，啊，这足重要哦，啊，这足重要。啊，啊你今仔日过了，今仔日过了，你就是安尼修。我跟你讲。三个月你就看到效果啊，真正。佮一年、明年那个有啦，啊，你一年来你就知影讲，哎、欸，我迄阵啊，吼、哦，我听的，我安尼修修一年了，有当时也袂一句哦，啊，但是袂要紧，你就定定记起来，定定记起来，啊，安尼，定定对治烦恼，对治烦恼，你无偌久你就发现着讲佛法的奥妙，你就尝到那个法味，佛法的滋味。佛法的滋味是什么味？清凉的滋味，解脱的滋味，甘露的滋味，真正。哎，哪个看？哪个来个看？所以伊在讲啊，那生死的根源是烦恼，世尊是东方的，所以理性是出发于现实。啊，东方就是靠近，比较较靠近啊，靠近这个。这个迦毗罗卫国那边啊，伊是东，伊是迦毗罗卫国的嘛。舍卫国那边嘛，较东方的啊。王舍城这边是较西方的。好，啊，伊这边，伊即讲啊，伊讲这个，伊讲理性、理性啊，智慧是出发于现实，就是讲，伊这是对现实去看到，现实是一种现象。咱世间这宇宙人生有种种现象。包括生命也是一种现象，咱的生命嘛是一种现象，咱的山河大地嘛是一种现象，这种是现实、现实存在的物件。但是佛法、佛法的理智、理智，唔是离开现实，有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的物件，唔是啊。那伊是讲彻底的讲，彻底来讲，无常所以苦，苦所以无我。所以佛法的根本，生死的根本是伫烦恼。应该安尼讲，生死的根本是伫个业，业的根本是伫个烦恼，烦恼的根本是伫个无明，无明的根本是伫个有我，伫个无我。你爱无我，你才袂无明。你无无明，你较袂起烦恼。你无起烦恼，你较袂造业。你无造业，你就袂有生死，也安尼来讲。啊，你无生死，你就无苦。所以佛法的根本就伫咧无我。所以你修行，若要对道理来讲，你爱安那了解，身心是无我的，从我见我爱下手。啊，那对是一般人生活来讲，你就是爱离见跟离爱，离邪见跟。你对世间的贪爱啊，因为你贪爱不成，你就起嗔恨。你唔知影这个道理，你就是愚痴。啊，你贪爱成，你就起贪爱啊。但是讲合理的意啦，你就贪；不合理的意，你就嗔恨心。啊，你唔知影，你唔知影这种道理，就是愚痴。所以根本上就是贪嗔痴。啊，一直咧造业，一直咧造业，身业、口业、意业、善业、恶业、无记业。啊！就是安尼变，安尼变。所以佛法的根本，佛修行的根本，伫咧对治烦恼，
断掉烦这个烦恼，所以烦恼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嘛，见烦恼跟爱烦恼，所以无明所缚，爱结所系，长夜轮回。因为有无明有贪爱，所以一直在轮回。啊，你无明若断，无明若断，啊，这贪爱若真，你这世人，这世人过了就解脱，未过有后世人，未过有轮回，未过受苦。咱伫个这个世间，这个境界，唔免等到一世人，每一项代志拢会产生一摆轮回。意思就是讲，每一项嘅代志，每一个人事物的境界，拢会引发我们的烦恼，造成一次小的轮回。意思就是讲，让人受苦一遍。比如讲，这个人，我也无去抓到伊，忽然间，就给我一个面相看，我也唔知影欠伊几百万，你就开始受气啊。咱从每一次会起烦恼的轮回中，不起烦恼，你这届轮回你就断掉伊啊。从每一次的境界中，可以不起烦恼开始修，唔够法度，唔够法度练，慢慢啊练练加，一切境界拢未起烦恼。那是安尼练来的，有当时啊会记的，有当时啊未记的，有当时啊控制会调，有当时啊控制未调，有当时啊会起烦恼，有当时啊未起烦恼，这拢正常。你看我才够讲，我算够讲哦，我算真够想哦，我嘛会起烦恼呢，真正的。要安怎？嘿，重点就是讲安尼起烦恼，看这是要安怎对敌较好。不是要对敌别人哦，这个人常常讲话，你看我要吃什么鸡较好，不是哦，不是哦，我是怎样常常对这个人，对这个事情常起烦恼，我到底是要怎样对敌较好，我要怎样用什么方法，我才不会起烦恼，才不会让那个人常常让我因为他起烦恼，要放在自己怎样调，先看到自己的烦恼，有时候也用不好势呢，有时候也对敌不来呢，因为都要试嘛，要试很多方法，你敢知道？但是你的方法拢是用伫个，不管安怎试，试到试唔到，你的目标拢是藏伫个，要让家己无烦恼，安尼个对啊，安尼就对啊。你唔是拢藏伫个，哎呀，这个人常常咧念我，我看即卖发挥要到，爱甲写一电话包伊甲大张的，甲超多去，唔是安尼啦，安尼也发多，咱做较早嘛安尼啊，写一电话哦，这个人甲写一电话哦。甲超度，甲超度去别位啊！卖过来叫我烦啊！唔是安尼啊！爱看着家己的烦恼，我只够讲，我只够想，我嘛会去烦恼啊！所以这是正常的，但是目的唔是会去烦恼，目的是你有看着你家己的烦恼无？你有要对治你家己的烦恼无？是安尼，先做安尼，一年就好，三年你就会发现讲，容光焕发，脱胎换骨。真正的，迄外道的皮拢无去啊，拢变作佛教的。真正是佛教徒，佛叫做觉者，觉悟的人。你进来嘛是觉者，只是你是偶尔会迷糊而已，你嘛是觉者，你常常在觉察觉察这个世间的虚妄，觉察心的无常，觉察这个苦烦恼的相，你不是在觉察。养成这个觉察的习惯，你就是真正的佛教徒。真正的佛教徒，把他的心放在觉知这个世界。我们没办法像佛陀这样，一切现象都是觉知的，但是先要从觉知我的心相开始。这很重要哦，这很重要。要先觉知自己的心，常常是什么，怎么想，怎么烦恼想是在哪里。要了解法是要安怎对治这个烦恼，把目标放伫个解决家己的烦恼，互家己袂起烦恼，唔是放伫个安怎去求观世音菩萨，安怎去拜托地藏菩萨，唔是安怎去巴结这个阿弥陀佛叫伊会记个，我若要走的时候，叫伊紧来我带去唔是安尼，绝对唔是安尼咱即卖心吼，修行的心，咱即卖足侪出家人拢安尼哦。就出家啊，就修行啊，等啊，念啊，等死迄天哦，往生极乐世界，我一切就解脱啦。大错特错，
你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那里等，等死，等要去往生净土。我跟你说，你没法度往生，真的。现在很多人这样呢，都在那里等，等要往生，等到有一天阿弥陀佛拿来带，啊，如果没来呢？啊，你敢知道会来？你说有，一定会来。你凭什么说一定会来？你对到一点说一定会来？那般若门也说啊，啊我捧个要两粒啊，供奉供奉这个梵天，梵天一定会赐福给我。啊，你哪知？啊，一定会被我来追，我伫个恒河内面浸浸，要追就消去啊。啊那啊那无咧？啊，你敢知啥物叫做追？啊，所以足济吼，咱佛教徒吼，袂使只牛痴着，你听无？往生不是安尼往生的哦，你去看无量寿经，人是安怎甲你教的？人无量寿经是安怎甲你讲的？啊，你是安怎想的？你有读过无？无量寿经讲往生要具足四个条件呢。第一，发菩提心，你有发无？什么叫做菩提心？要成佛的心，你有无？第二，要修足侪功德，你有修无？你修什么功德？你讲我听看卖啊！你讲我念佛就是功德，不是念佛是放伫个第三，要念专念。就是送这个，你若要往生药师佛，你念药师佛的名号，念伊的名号是因为要知影伊修的功德，我要向他学习。啊，第四个回向发愿，啊，那你专注一心的念诵，啊，你回向发愿，啊，但是爱多爱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善根的是智慧，福德的是福报，你福慧不修行，你不修福不修慧，你就单要往生净土，我跟你讲。无这种物件，佛法内面无，净土法门嘛，唔是安尼讲的。啊，足侪出家人即卖拢安尼哦，啊，就一天过一天啦，啊，家己有烦恼也无咧管啦，啊，这忍耐啦无变啦，这大家拢污浊的。等我若往生，我就脱离这世界啊，我袂阁含因为这人做伙啊啦，阁阁甜啊啦，啊，管他因去讨呀，啊，我家己要往生啊啦。这个观念是唔对的。你修一天，你修一天，得要有一天修行人的样样啦。什么叫做修行人？对治烦恼就是修行人，不是单要往生叫做修行人，不是，不是你的念佛啊，念珠念到会变色，不是，那个心有变化，不是那个念珠有变化，那个心有什么变化？愈来愈好，愈来愈无烦恼，这不才是对。啊，我把这些我讲一下啊，咱下去啊，咱已经这天是上尾啊讲啊嘛，要解释啊嘛。啊，所以伊讲，甲这段讲哦，甲这段讲哦了，真我这段讲哦了就会使啊。伊否定常乐的真我，这有哪足重要哦？因为咱即卖足侪人修到尾啊，拢看到一个真我，清净心、如来藏啊，这是唔对的哦啊。那也就因此，那嘛是因为安尼，无唔是看到真我以弃入犯戒，而是从无我以弃入正法，这足重要。因为现在的修行，现在的修行，有当时说的说的就变成婆罗门了。那有两行，一行就是以前的婆罗门，就是怎样，祈祷、祭祀、持咒，这是一般的。啊，如果较高级的，讲道理的，用的，他就是，就变成怎样，看着真我，看到那个真常心，看到那个清净心，不是要看到那个虚妄心，看到这样，不才是怎样，不才有办法解脱。啊，你若不是，你看着真我以为解脱，叫做非果即果。啊，你用祈祷祭祀以为可以离苦得乐，这叫做非因即因。这两点要去除。所以你袂当含婆罗门原地修行安尼，吼、哦、啊，就非因即因啊，我祈祷祭祀持咒，我就会当离苦得乐啊。啊，嘛袂当像奥义师安尼。吼、哦！啊，我得努力修行、修戒、修定、修慧，看到真我就得解脱。这是非果即果，见到真我不是解脱，见到真我也是轮回。你放我合一，不能解脱。你要知道无我才能解脱，这最重要。啊啊！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道理，咱若办吼，我跟你讲，你就知影哪修行啊。啊，因为时间到，咱大家吼，咱大家。因为佛法最重要的就是捌道理，啊，道理知影修行的根本、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次第，啊，咱知影了吼，咱一天过一天，虽然拢一天过一天哦，大家拢一天过一天啊，
巧的戆的拢一天过一天，有修行的无修行的拢一天过一天。但是你莫看安尼哦，一天过一天，因为你拢定咧对治烦恼，会记哦，是对治家己的烦恼，唔是对治别人的烦恼哦。常常看着家己的烦恼，唔是可能看着别人的烦恼哦。好，啊了，你一天过一天，三个月你就会看着你家己，愈来愈安定，愈来愈平静，愈来愈清净，一定会看的，这足重要。啊，那我希望啊，我若有一面去看到大家的时阵，我希望看到大家的拢是清净相、安定相、解脱相，啊，迄是足对足好的。好，咱今仔去讲到这，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